APP 2011重磅出击，全程直播快银真人秀，独家自制节目，都是真人秀无法触及的死角。关注快银真人秀，关注 PPTV。欢迎收看国光帮忙。演艺圈一向是年轻人的梦想，也是最有憧憬的工作环境之一。今晚国光帮请来五位在演艺圈刚起步的超级新星，来到我们节目中接受前辈们对他们的批评指教。究竟在前辈们的批评下，他们是否还抱着坚毅的决心勇闯演艺圈呢？帅气的脸蛋是基本，小飞天生就是艺人的料理严谨，比我高就免谈小抠。演艺圈超新星，帅哥美女来报道。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助理主持，我是莎莎。哎，欢迎收看《国风帮帮忙》，我是孙鹏，我流浪汉。我邱文，大家欢迎。哎，来，莎莎来到中间来。莎莎第一次来我们节目吗？对。好不好玩？好玩。你还没玩就知道好玩。是不是很好玩？不用，还不用玩。那我们今天要讲什么？我劝你千万不要进入演艺圈哦。哦，真的很翘哎。对。好翘。对啊，那来找他是对的啦，找他是对的。千万不要进来，真的，千万不要进来。找他是对的，来来，谢谢，欢迎你来啊。劝你千万不要进入演艺圈。其实演艺圈呢，不管是幕前幕后，其实算是一个很辛苦的工作。对啊，很多人认为说啊，你们看在家里吹冷气看电视，你觉得很舒服啊，只要演演戏什么的。可是实际上拍摄的一些过程啊，是非常辛苦的。嗯，那再讲到幕后工作人员，幕后工作人员更辛苦，更辛苦。对，所有的准备工作都是幕后工作人员在做的。然后呢？太多了啦，小妹太假了啦。对，这个是每一个人都知道的，就是最讨厌就是那种从幕后赶过去，哎，吓人！要搬道具了是不是？不要不要卖 gay， 好不好？师徒二人都是这样的。嗯，那今天就很多那个年轻的人找要来我们演艺圈工作，嗯，然后我们这个要跟他们一点。讨论一下，指引点迷津。哎，那首先先请问一下小抠，是小抠最近隆乳哦？哎，对啊，什么隆乳？怎么这么近啊？来来来，来中间。昨天是隆乳吗？来中间，来中间。哎，你那个是怎样？现在 cup 是 C C 啊？对，我没有隆很大，因为我要保，我还是要保留，就是可以挤的那个空间。那钱有赚的比以前多吗？哦，当然有啊。哦，就是越来越。他算是成功了，是的，好，恭喜你，钱赚比较多。我是说跟出道当然比起来当然比较多啊，出道最多一个月才才1350，你中国话，没有啊，2000多块了。我以前刚出道的时候很辛苦的啊，大家都是的啊，一个月，一个月啊，赚2000多块，对啊，我现在欠了很多，慢慢还完的哎。你一个通告是3元啊。没有，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团体是5个人啊，1350，哦，然后还要分，你那个什么团体啊？嘻哈甜心啊，懂词。跟那个 MC 哈豆哥，这是啊，有出道？有介绍片，嗯，小心你真的很嗨哎。当初就是要走演艺圈的时候，有人劝你不要吗？哎，有哎。那你为什么还要？因为我觉得我是那一种，就是大家越劝我不要，我越要的那种。越挫越勇。那你继续待在我们这边圈里面好了哈。好。嗯，没有，不要。我现在已经进来做了，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就在圈子里面做，我就要把它做到最。你在进来做，进来做。不是，应该不是。那么难听。应该是说，我现在对于我这份工作有热忱，我非常有信心。好，但是我们还是恭喜你荣辱成功。好，好不好？嗯，大家有看得到我成功。好棒哦，掌声鼓励。今天呢，我们有很多那个年轻的朋友们要进入我们的演艺圈的。首先介绍我们的第一位，啊，国中威，那高中叫什么呀？来，国中威，欢迎。35、36，欢迎进入演艺圈，漂亮！你已经进入了，你就是我们演艺圈的人了。
年几岁了？二十。欢迎进入演艺圈。太老了，干爹呀！对对对，太老了。20岁，对，太小了，好甜美哦。对，那你们现在几岁了？28。那可以退休了啊。没有。那请问一下你，你的兴趣是什么？我兴趣其实我还蛮爱打麻将的。所以美女都爱打麻将，漂亮，圈内人，加基耶。你们最好夸张一点。那如果进入演艺圈，你想做什么？想做演员吗？还是想唱歌呢？还是主持？哎，我觉得。还蛮想演戏试试看，可以演，漂亮，有志向，会演，就是要就有志气的，一定会得奖，真的，往前走，往上走，小没错，演戏很累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啊，可是就是、尤其是女孩子，嗯，会怕，会啊，会怕，那怎么为什么还敢闯演艺圈呢？我觉得就是演戏很厉害。你演戏很厉害、哦、没有，我是说演戏，对，演戏很不容易，对不对？对、嗯。然后我想要去，我们马上请宣文演一段戏。宣文就是演刚进入演艺圈的紧张。预备，宣文进来。大家好，我宣文。怎么演？啊，好，那你要不要学他一下？好，预备，自我介绍一下。对，大家。大家好，我叫谷中威，然后我身高是175公分，谢谢。哦，你看多溜啊！哇，你要紧张，预备，演个紧张的预备，紧张。大家好，我叫谷中威，谢谢。跟宣文演很像，完全完全真的，真是出生之子不畏水，棒不畏技耶，导演的最爱耶。好，那现在请三位为我们讲评来。一个一个讲，来，第一印象，第一印象，我觉得他的整个外形很亮眼，而且他的脸非常的有型，哪一个不亮眼啊？没有，而且他的脸非常的有型呐、啊哦，对啊，就我觉得这个年纪出道实在是太尴尬了，太晚了，太晚了，真的，真的，不会、啊、很刚好啊，什么刚好、啊？李姐当年是20岁，哦，可是不一样，你出道的时候是名模嘛。对啊，他现在是要走这个戏剧的话，其实刚好。对，而且有历练。但是戏剧有点太胖了，而且戏剧的话他太高了，真的。对，这样子要找男主角很难搭。哎，我们跟你演戏，我们要这样哎。很难演哎，而且你这台，而且还不能走，也不能走台步，有没有？还要练这样，有没有？走台步的，小高，我跟你讲哈，就自己起来很累的。怎么会？你看熊黛林多高，178哎！但是男主角不好找嘛。那脸蛋是真的长得还不错，但是我觉得体态真的。电视的演员哦，基本上是看 camera face， 嗯，对，身材很少去顾虑到。对，是。其实我真的觉得她是长得很漂亮，也很高。那就够了。OK。所以她其实适合的职业不是演艺圈，她可以适合去当空姐。我觉得空姐比较适合哦，对对对，她的笑容非常好，超美的，好适合空姐的样子哦，天哪！那你适合开挖土机啊？对，小高，你说你是你融到 C 的，对，您是3C1，耶！要进演艺圈，一定要有才艺。今天要我们表演什么样才艺呢？走秀，秀商品。秀产品啊，一定很精彩哦。我跟你讲，大家小心啊、哦，很精彩哦。先喝口水。好，我们要开始表演。来，漂亮，一个一个来啊、哦，来。你是一次拿全部还是一个一个？嗯，都可以。一个来来，我们讲一个先摆这边哈、哦。先拿这个。对，来，拖鞋，来预备。Music， 蟑螂的克星拖鞋。好的，哦，放在他的脸旁边，来，第二项不像拖鞋了，来，名字，拖鞋，哇，哇，现在的汇率是1:3。来，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赶快打电话进来。好，第三样，双流赖吧，豆豆，好，预备起，随你，随便看你怎么样耍花样，哦，好，哇，好可爱哦，真的，哇伊呢，流赖吧都变温柔了，真的，来下一个，耐热带。
势非常好。奇怪，你拿出来，我们就充分了解它是什么。对，好想买啊，都不用讲，来最后一样，最后一样，玩具锤要吹一下，到镜头前面吹一下，对，气，哎呀，好锤哦，好 Q 哦。注意了，一二三，小扣现场尬舞，评价却大不相同。会不会跳？跳舞啊，会啊。对，来一个瞎跳 music。哎，真的，还有啊，请问我们看小学六年级的这样做的怪怪的。小学六年级我很成熟，我阿妈了。可以算是可以去比奥运级的样子。对，可以证明一件事情，他的眼睛一定是瞎了。对。国光帮忙。现在三位评审注意了，一二三，举牌，圈跟叉，适不适合进入演艺圈的？一、二、三。为什么不行？走秀的时候啊，焦点都在他的脸上面，那个产品我就觉得看不太出来。对啊，而且他走一直在波动，对，他的胸围一直在捧捧。我真的不相信他有衣，你脱下来给我看。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。不要这样嘛，不要这样嘛。对啊，胖哥来，来，小飞，你觉得他的？我觉得他们讲的缺点就是他的优点，是不是？对，真的。你们这些男生真的是。其实有小飞的肯定就够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谢谢，谢谢，不错。上欢迎第二位童一恩。哦，哇！你好，自我介绍。主持人好，来宾好，我叫童一恩。今年几岁？今年22岁。身高？然后身高167公分，体重快要到4了。完美比例，快到40，才30几啊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就是快要就是。下降到40几，对没错。哦，现在50几。好，那请问一下你的星座是？星座是巨蟹座，超适合，真的，适合的要死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很适合这个行业。对对对，非常的适合。好，第一眼印象，来小飞，他非常的有骨感美啊。对，他如果在古代的时候应该是个绝世美女，在现代是一个最好的最好的。你不要这么结巴嘛，小飞。没有，你慧眼，是美女，是的，真的。你看 camera face 巴掌脸，真的，哎呦，看我们的两脸就明显表现出来，你看。身材还是要持续的，会在努力的，对。OK， 要减肥就是了的。腿的线条很重要。腿的线条 ，OK。小扣，好，没有意见，好。我觉得严谨说的没有错，他的脸太小，下半身。你这叫什么意见？你干嘛扣别人家的？明明就挑不出缺点，硬要讲。不好意思，你什么心态啊？我不好意思讲，就腿太粗了啊。是的，好。就是要跟上回。告诉你原因，请问你什么学校毕业的？文化大学。好学校。你首府。人家还没讲完。漂亮。OK， 文化大学什么系？舞蹈系。你看，好戏适合吗？所以你们说腿有点点粗，是因为跳舞的关系，你知道吗？对啊。现在在做什么？现在就是想要努力的往演艺圈发展。对，刚毕业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刚毕业。OK， 好，那你最会跳的舞是什么舞？最会我在学校是主修芭蕾，但是芭蕾，不要说一二三四五，自己就是有在学一些流行方面的舞蹈。哦，流行方面，就比如说 hip hop 啊什么的。那请问一下，你进演艺圈，你最想做一个什么样的艺人？进演艺圈，我最想要当演员。演员也是漂亮，因为我很欣赏那个林依晨。林依晨，对。就觉得她就是很自然，演技很好，演得很自然，然后不做作这样子。那你觉得演戏难不难？很难，对啊，演戏辛不辛苦？很辛苦。那我觉得演艺圈整个都很辛苦吧。是，
你辛苦的地方不一样而已，真的。嘎滴耶，对哦，对，有心理准备。之前有演过戏吗？对，真的。他目前还没有。在学校有没有演过话剧啊什么的？学校比较多是舞蹈表演，舞蹈表演，最多是舞剧而已，对不对？对，可是对比较少，就是真的是演戏。嗯，所以说他们这个好，为什么？他们面对群众的时候不会怯场，对。对不对？而且透露出他们要演戏都是演女主角那个路数，嗯，而且学术派，学术派，对，像演一个像前一阵那个黑天鹅那个好莱坞那个电影，就机会就来了，真的，对啊，自己又会舞，对啊，对不对？那个后来得影后嘛，就那一年嘛，对，对不对？黑天鹅，小高会不会跳舞？跳舞啊，会啊，瞎跳，来一个瞎跳 music， 这叫瞎跳，小高一个人很好啊，好有爱呀！请问我们看小学六年级的这样做的怪怪的，因为小学六年级我很成熟，我阿巴了。刚刚那样跳你敢吗？那种艳舞？刚那样吗？我等一下就是要这样。好，期待，马上为我们带来才艺表演。眼神很够利落，对，他眼神很够，很纯熟，他几乎可以算是可以去比奥运级的舞蹈。有这么夸张？对，你真的很浮夸。浮夸什么？拐瓜裂枣，真的，这个会中。我跟你讲，千万不要进演艺圈，你这各方面都非常的好，但是遇到这种人就不太好。你知道吗？你的唯一的缺点就是太单纯，真的。对，但是我觉得他有点偏心，因为他其实对小飞哥，他没有对我们两个人。因为只有小飞哥是男的嘛，不能这样子啊。不是，你要问看，他也是有挑的嘛。眼睛一定是瞎了，对，怎么会挑你呢 ？OK， 来，三位请举牌，一、二、三。好 ，OK， 好，没有关系。那我要问两位一个问题啊，就是说，那个演戏有的时候你不一定是会接到什么戏，比如说会接到一些有时候可能要为艺术牺牲啊，你的尺度在哪里？尺度哦，尺度哈，我觉得。我以前可能会是那种比较保守的人，可是我觉得应该可以为演艺圈就是多做一点改变。四点漂亮，决心，为艺术牺牲，我喜欢这种热忱的女孩。我一开始是那种就很保守，就突然有一个，比如说一个爆点，就让人家为之一亮。国中威，你可以做到什么样的尺度？觉得我还在慢慢摸索哎。哦，你还要考虑对不对？没错，这种事要好好想清楚。你对自己的未来真的很谨慎，没错，你这样真的很对。你前后的话搭一下，快点好不好 ？OK， 没有每一个人不一样情况，对不对？因材施教，谢谢。来，欢迎第三位，婷宜。正妹大胆告白，徐忠恒招架不住啦！你喜欢徐忠有点混血，我喜欢他。去找你跟屈哥演男女主角，然后要拉机连续十分钟，当然没问题。这是什么戏啊？对，我觉得有案子，我们先拍一个试片。对，第一印象，他的外形很亮眼，而且身材整个比例非常的好，只能用一句话形容：好腿。国光帮忙。
哦，请问你的身高是？176公分。哇塞！哇塞！严谨威胁到你了。拜托，我还是比较漂亮，好不好？哇！老了，老了，老了，回去，对回去，对对对。哎，严谨没有输掉呢。我没有输啊，怎么会输？对啊，我怎么可能输？好漂亮哦，严谨，我比较年轻啊。对，不是这。来，很好，请问一下，目前在从事什么？模特的行业。模特 ，OK。那想进入演艺圈是想要做？我想要做演员。也想做演员。我都是想做演员啊。你喜欢去？有点混血的感觉。我喜欢他。我喜欢曲哥。因为他矮吗？没有，因为我觉得就是他。他就是主持的很好，虽然就是三位主持人都真的主持很好，演的不好就对了。三位主持人都主持的很好，然后演戏也演的很好，谢谢谢谢。然后一直到现在进演艺圈那么久，然后大家都还是很喜欢他。那如果有一部戏找你跟曲哥演男女主角，然后要拉机连续10分钟，当然没问题。这是什么戏啊？当然没问题，没问题了。谢谢谢谢谢谢。那哎呦，对啊，对，我最近有个案子，我们先拍一个试片。先试一下，乱呼喽。好，来，请问第一印象，他的外形很亮眼，而且他身材整个比例非常的好，只能用一句话形容 ，perfect。你看李延禧瞪你瞪的，你跟他是什么？你们俩都是宾士，但是一台新的，一台旧的。你给我说清楚。宾士等级很高嘞。给我说清楚。但是大家宁愿喜欢开新的旧的。新款的宾士，对，那你是旧款的。什么旧款？我变形金刚，我最新的啦。OK， 来，严谨给他的。没有他跟我拍过广告。哦哟。但是他真的现场真的。惹怒我，你知道吗？哎呦，为什么？但我当场没发飙，因为天气太热。然后我们要四个人走秀，他就永远会落一拍。那我已经热到一个不行了，我还一不停地陪他走。拍是一种缺陷美，是一种另外一种完美。对啊，你要懂得欣赏这样子的美。不是我不欣赏，导演不欣赏啊。哦。所以我就要在反应上面还是要再加强一下。对，而且他口条其实。那一部广告找错导演。OK， 来小偷，赶快来，赶快来，来来来这边讲。好，来旁边，你哪登机的？你回去。喂喂，没有啊，我觉得他刚刚说他想要当演员，但是他在口条上面，我觉得需要再加强。好，谢谢。来，你好高哦。对，好高。你有龙高吗？啊？你有龙高？没有，没有。龙高怎么高？我觉得哦，现在那个什么语言啊，我觉得不是挺重要的。对，你只要说话让人家听得懂，自然一点。没有，现在社会上哪有每个人说话都是这样？漂亮，曲哥，对不对？曲哥，人家喜欢你就挂保证，你就为了稳。可以的 ，OK 的，对不对？那下一次就是人家找你演戏，你就会推荐他。会。你叫什么？婷宜，我记得你了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那你会推荐他？会会会，你会自己主动加戏？哎，而且跟我演也没关系，对不对？我又不是没跟高的人演过，才一部，对不对？跟姚采颖演夫妻，还有床戏，厉害！要特别强调床戏哈，对不对？躺下去就没有分高矮了，对不起，只有强壮而已，对不对？哎，你走秀那个 New Blood 掉出来啊？曾经有过，那怎么收拾呢？就已经快要掉到肚脐了，哎呦！然后刚好那个时候我回背板回身的时候，我们一群女生站在后面，然后我就贴到她的身上，哦，就赶快粘回去。OK， 还可以这样解决一下尴尬，对不对？对，不然掉下来就糗了。OK， 对，那你可以帮我们走一下秀，让我们看看吗？好啊 ，Music。有一些人觉得我长得像安心雅，所以我要先模仿他最近拍的一支广告。好，请安心玩，安心去防晒，防水防汗也不会白白的哦。OK， 你要不要再来一次？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转头想一下，来，不要紧张哈，预备，预备，开始。安心玩，安心。防汗防水也不会白白的哦。
没关系，广告都是配音的。哎，漂亮，就是要这种，有没有？这个节奏稍微有点，哎，不太一样的时候，大家就注意才有效果，显示出那种可爱。对，真的。而且产品你还弄大卖，他的笑容非常棒。小飞哥，好，他笑容非常对对甜美，好不好？那要我们来加分题吗？要。好，那加分题是庆国唱郭靖的《下一个天亮》。你考虑好了没有？考虑好了。OK， 好，请到这边来。等下一个天亮，去上之前冲上花那里散步好吗？有些积雪会自己融化，你的肩膀是我。没有，因为也有很多人说我长得，这是一种勇气。我跟你说，我真的非常佩服你的勇气。我也觉得，你演艺圈就是要有勇气。可是你知道吗？他这样唱一点都不油。对对对对，清新可爱，真的夸赞，对不对？怎么不油腻？不骄矜造作，真的没有。演艺圈就需要没有任何的唱歌技巧，对不对？天真，像小孩一般的歌声，真的。而且最好是那种戏里面要你唱歌的，你一定中，真的可爱极了。三位评审请举牌，一、二、三。陈建，你们有陈建？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请大家评评你好吗？不过说真的，因为自从你唱歌以后，我就变这样。对呀，就有点扣分到。我也没有扣分呐，是吗？就是感觉刚更。更可爱，然后更对呀，跟清纯。我听的不是他的歌声，那表示他私生活会很单纯，真的很少去 K 房。你说现在的唱片歌手哪一个有这种声音的？什么是 K 房？需要有找不到的，真的很好。而且他刚走音，那我来唱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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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哎，不要去 K 房的啦，不要毁了我们节目。而且你知道他刚，大家以为是走音的。哪是，那是转气，最新转的那么完美啊！欢迎你，已经加入演艺圈了，太好了，掌声鼓励。欢迎下一位，下一位微凉，很热烈，微凉。嗨，超强才艺秀，小飞赞不绝口。行，靓丽，谈吐大方，他的个性很适合进演艺圈，是几乎无懈可击，只有一个字形容。OK， 你觉得我们这个场景怎么样？啊，还不错，很丰富，很欢乐。讲得好啊，专业，我被信用，我被信用，台湾需要你。国光帮忙。下一位，微凉，很热烈，微凉。韦霆，韦霆刚刚是不是一直在练习？对，你看多认真，向上，这个好，认真，我认同，认同，认同，认同。对，他刚刚这个我们来讲就好了。对对，你认同，我是你。来来，先自我介绍，预备起。大家好，我叫黄韦霆，然后我的兴趣是唱歌、跳舞、看电影，还有室内设计。哎呦，哦，特别。对，有第二专长，好，有深度，对，没错。你觉得我们这个场景怎么样？啊，还不错啊，很丰富，很欢乐。专业，好开心哦，好开心哦。OK， 好，那现在在做什么？小飞哥，我现在是室内设计的助理。OK， 很好，从基层干起。哎，不过其实对啊，那就去做那个设计师就好了，真的。你本身是学这个的吗？我是觉得景观设计的，景观设计，一个室内，一个室外。台湾需要你，你把人家吓一跳。OK， 那为什么会想走演艺圈呢？其实我是本来有在学跳舞，然后有一次广告试镜的时候少了一个女生要一起试，大家吃火锅很开心这样，然后我朋友就找我一起去，然后去了之后就认识经纪人，然后就开始一直做，一直做，一直做，一直拍广告这样子。
错哈。那进了演艺圈想做什么？我其实当然是跟大家一样的，就是我很想当演员，但是我最近又很喜欢就是旅游的节目主持。哦，那很辛苦哎。我知道很辛苦。行脚类节目。对，而且要吃很多奇奇怪怪的。对，我最怕就是吃奇奇怪怪的。没关系，我跟你讲，那就不要去了。眼睛一闭就过了。对，我也是觉得。眼睛一闭就过，真的。可能这样。对啊，而且训练胆量，你知道吗？像我就吃过虫啊，还好啦。有一个男主持人吃过大便，两个，两个，谁的大便？动物的，对啊，高山峰跟那个小马都吃过，但是高山峰吃人的，吃人的，可是小马吃到最后得金钟奖，对啊，我们那是不是值得了？很值得，对啊，吃大便哦，但是他不是吃一种，他吃好几种，所以他才得奖，真的啊。那我们最近开始大家就吃录节目就啊，今天吃的是熊猫的，啊，就骆驼的这样吃，然后就得奖了这样。OK， 那你最难忘的一次演出是什么？我最难忘的一次应该是我拍一支广告，然后叫是青木瓜四露营，是因为我是我本身是非常非常小奶人，然后小奶很大方，多大方，对，看得出来，看得出来很大方还是小奶人，对，小奶都看得都有都有都有，对，我就小奶人，你也会这一招啊，是演艺圈的人，对啊，那赶你啊，对，陈威明一定跟你要过电话，有敬业哦，对不对？陈威跟你要的时候不给，对 ，OK， 了解，好，对，然后我是小奶人，然后结果就是硬要把它挤到 C 到 D， 是，对，然后结果那是挤是什么都用了，就是大阿妈奶罩啊，然后水饺垫啊，然后都没用，最后拿铁锤锤自己，没有，最后还他就缠了胶带，就后来我拍两天，一撕下来的时候就是连皮都撕下来，而且很痛，很痛。OK， 那时候会有觉得说啊太辛苦，还是不要嘛。不会，越挫越勇，对不对？不会，反而我其实还蛮骄傲的，虽然很痛。骄傲，奶上有疤，很骄傲。哦，没，后来是没疤，可是你觉得这又不是很多人就是完成了嘛？他完成了，对，而且这个作品啊，然后过程是，你看这种精神，精神可嘉，赞！来，第一印象，请。他的外形靓丽，谈吐大方，他的个性很适合进演艺圈，是几乎无懈可击，只有一个字形容 ，perfect。OK。而且刚刚他讲话那种态度，对，真的很适合做外景主持人。来，本身条件够，我觉得他这是我觉得目前看来是条件最好的，唯一有门票的。哦，但是他怕吃苦啊，因为他说他不敢吃那些奇奇怪怪。可是他不怕吃补，不会。他 OK 耶 ，OK 好了。承认自己是小奶，我觉得有气可嘉。对，然后我们一样，小奶都可以挤成低奶，对。我觉得我们有同样的经验，所以我有同感身受。OK， 对。那接下来就要看他的才艺表演。感同身受，可以退休了，可以退休，退休，退休了，好不好？好。那接下来我们才艺表演是带来的是我要跳街舞，因为刚刚讲过嘛。OK， 跳街舞。对，来 ，music。可是他真的太完美了，这样威胁到我了。也是这种心态啊。OK， 所以你看你是被肯定。谢谢，谢谢。谢谢圈呐，很棒，来恭喜你哦。谢谢。圈内人，来，刚刚你掉了，带回去。哦，谢谢谢谢。哎，不客气，来，掌声鼓励。第五位 ，Sunny。
今年几岁？23。请自我介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unny， 身高是158公分，体重41公斤，三围是32/1、23/33。哇塞！兴趣是跳舞跟看电影，谢谢。小扣的劲敌来了，真的劲敌。什么30什么1？32/1。32/1劲敌，来，你站在旁边。你说158是不是？对。Sunny， okay， 你的胸部是真的？对。那捶一下啊。好好棒，他都摸过了，对。OK， 好，来，小哥请坐。来，真奶，来，对于他的第一印象是，娇小玲珑，可爱，而且他讲话有一点腼腆，会让观众喜爱，有观众缘，会疼。重点是他胸部是弯翘哎，弯翘哦，弯翘哦，原厂，不是盖呀，原厂最好。OK， 好，改的也是自己的东西啊。你做一堆之后，那你就什么都好了。对啊，你说哪一个不好的，你自己说说看，小飞。都很好啊，你说哪一个不好，你跟我讲。裁判比你好，哪有？几个评审在那边吵架哦。OK， 好，来，评审吵起来。就目前，小寇是。应该给你发表，因为他是你劲敌。对，其实我已经不把他看作我的敌人了。哦，哎，看成是。你看他有点没有自信，哎，太没自信了。我跟你讲，稍微讲一下他就没有。后浪都是这样。真的，那这个后浪太弱了。没有，他让你没有戒心，然后就把你扑灭。哎，那今天要为我们带来魔术吗？对。好，来，请看魔术表演。今天的表演是颜色传染的魔术。嗯，好。那一副扑克牌会有几种颜色？嗯，红、黑，两种。还有它牌背的颜色，蓝色是哦，三种颜色。嗯，然后呢？现在呢，我先把鬼牌挑出来，因为它比较特别。好，挑出来。好的。现在请春鹏大哥帮我点一张，你想。你还敢找我？好了，我就点这张，这一张。J， 方块 J 啊。J。请康哥呢，嘟一下嘴巴，跟我一样，嘟一下，算一下。鬼牌被康哥亲了一下以后，他就会害羞，他就会变成红色的。哦。再刷一下，两张鬼牌都会变成红色的。OK。哦。然后。红色的两张鬼牌。再放回去。嗯。刷一下，整副扑克牌都会变成红色的哦，哇塞，蓝色，为什么呢？基因突变，哦，我有一次，刚刚你那个，哦，对不起，刚刚请你选的牌是还记得吗？我记得啊，是什么？方块 J， 没有红桃六，方块 J， 所以方块 J 了，会是。不会是方块？方块可能那张背面没有变，对不对？厉害耶！两张鬼牌都是红色的，没有问题。整副扑克牌都是红色的，没有问题。所以方块 J 也会感染成红色的。哦，北方人是厉害。好，各位，来，来，请讲评刚刚这样的一个表演。这个表演不会输大卫考伯菲啊。Okay。 就已经看到太多破绽了。嗯，那一个魔术是要妥善的运用好自己的道具，但他没做好。其实你觉得还可以再成熟一点。对，其实你知道最近就是有一批那个魔术师是完全以破绽取胜。那我觉得他非常的不 OK。哦，为什么？哪里？是因为威胁到你的关系？就是他身高跟我差不多，但他胸围真的太大，我建议他先去缩胸。对，然后因为他在表演魔术的时候，其实他的我觉得他不够。那个眼神不够自若的，对，因为他有点紧张，他一直很紧张，就是牌被摸到或什么。然后其实刚刚屈哥不然摸他的牌，他其实有又斜眼瞪他。不，鹏哥啦。哦，对对。啊，你连屈哥不看分清楚啊？太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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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是，只瞪我，太打我，老人痴呆。就是他有看，就是又斜眼瞪他，我觉得这样年纪大了哦。OK， 好，来，请举牌，1、2、3。好 ，OK 了，还是有一票，目前只有一个啊，没问题，是两票的。好，来，谢谢。男女待遇大不同，被批评到惨不忍睹。OK， 我跟你讲 ，OK， 刚刚只有一句话跟你们讲，有够弱的，好好去做事啊，那就不要再加入那个演艺圈了。好，今天就到这里为止。OK， 我们。
要好苦。你刚刚梗到吗？会让你想起我。唱完之后再弄嘛。哎，对啊。OK， 不打不起了。国光帮忙。来，欢迎中山路一百号。好好去做事啊，那就不要再加入那个演艺圈了。好，今天就到这里为止。OK， 我们看，演艺圈新血、新团体、新希望了。谢谢你。哎，哇，这是单曲，对，中山路一百号，你们写的歌曲叫做《首波主打我们国父》。我们国父，多么爱国的精神！要不要唱一下给我们听看？预备，一二三，唱。就是。我们国父的一个理想，从来不曾被遗忘。中山老大是种 rock 的榜样，文革他知道你讲的路程。不行，转台转台。那你们四位是一个团体吗？对，我们现在是一个团体。OK， 团体的名称叫做？就叫做中山路一百号。你看我多照顾你。怎么会取这个名字？其实会叫中山路一百号，是因为我们觉得国父他革命的理想是非常有发人省思的。是，那我们就想说，趁这个时机，我们要不要做一个团体，然后来去影响到全台湾的人民，然后像多么爱国的青年，哦，不是为了纪念他，也不是说歌颂，就是说用他的理念去影响全台湾人民，让台湾人民就利用他的知名度，对，就消费他，利用他的知名度来让大家认识你，因为大家都认识他，所以我们就用他这个精神去，希望大家可以做一些就是很小的事情。你好像那个谁哦，那康哥，我以前是。难怪我是公司不好好待，人家刚看我就是，难怪我奇怪。OK， 好，非常好。那维邦会模仿？会。你要模仿谁？那个，因为很多人说我长得像李玖哲。我会要好苦，这里才爱我。你刚刚梗到吗？有个家务会让你想起我，我会要好苦，这里才爱我。想要过想做，总有我站在这里守候。听你唱歌好想喝水哦，非常像。来，第一眼印象，因为演艺圈是蛮注重伦理的啦，然后他们唱这个歌，唱国父还嘻嘻哈哈的，他们就对吧？你有成见，很不尊重国父，应该先立正了没有？唱我们国父新创意，唱完之后再弄嘛。哎，对哦，成见团体 ，OK， 打不起了。OK， 来，严谨，很好啊。我觉得，你看，跟我们一群哪里好青年，哪里好，热血青年多爱国啊！你有这精神吗？你见鬼了，只要看到美的都好。请问一下，大家都是大概二十二岁吗？23、24，太老。刚好，23、24，你说太老，刚好，对，太老。我跟你讲，做人真的要凭良心。那每一个人在里面都是合音嘛，对不对？那今天先我们带来什么样才艺表演？因为今天我们先带来一个比较特殊的，就是雅各他本身会国术，对，所以我们先让他打，看多厉害，多有才艺，打一套拳，武打小生，来，好来，来请，上，打背档了，演技，美声团体很少表演这种，好硬哦，对啊，你练武术练多久？我是中国文化大学国术系的，哦，好学校。怎么样？看完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 ，OK， 很好。那边有同学，哦，对，是文化的。哎，什么嘞 ？A 什么是 AA 嘞？你不是学武术吗？应该叫哎，你好，对不对 ？A 嘞，你学校是好啦，系要选对。对对对，你什么系的？我帮你拿，你好好。好系。那武术系不好。
不会，你可能会被揍哎！啊，所有全国有关武术的朋友们，打小飞，武术技好，但他学的不好，还要加油。今天为我们要带来的是，带来就是我们首张的专辑主打歌，叫《我们国父》。我们国父还有一个理想，从来不曾被遗忘。中山老大就是 rock 的榜样，文革的希望，看见大家幸福的模样，需要一些坚持，一种改变的力量，要朝青春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各位有为的青年，你们跟他们不一样，因为你们已经等于四分之三个身子已经进来了，好，接下来就是要努力了，好的，好不好？还在喘，而且声音很微弱。好的，反正你们要进演艺圈要努力啦，刚开始是很容易，会慢慢越来越辛苦，一定要坚持下去。OK， 好，谢谢各位，在国风广播，谢谢。